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弹珠乎，今天是 The Smoker Nikolai 线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回来不说是废话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前情提要吧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抓着逆的手臂，将他拉出缝隙。我看着他试图挣扎，试图挤过那狭窄的洞口，热泪流下眼颊。我听见他背后意料的撕裂声和他哀嚎的声音，但他身体终于移动了。他通过瞬间，我们因力道失衡而倒地，两人就这么躺在彼此身边。我到现在不敢相信我们没事了，除了一些擦伤和衣服破裂，我们平安无事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好说我们是在笑还是在哭，但我暗自附送：我们没事了，我们没事了，我们没事了，我们没事了。可是当激动感却退后，我才发现少了一人，夜幕之中不见药的踪影。我想动摇宁可好提醒他事情不太妙。如果我是你们，可就笑不出来了。Wilson， 等等等等等啊！我拿个抱枕，我拿抱枕一下，我怕等一下有人吵我。我们连忙撑起身子，转向 Weldon 的声音传来的方向。Holy shit！ 他只是站在原地点着香烟，我听见他没拿着枪指着我。目前还没。Weldon， Sam， 听我说，我全身上下都感到自己强烈的脉搏。现在有很多你不懂的事发生。你说的对，有很多事我不明白。他看起来没生气，不像 James 一样一起出现后来我房间那时吵。他只是保持着平淡，平淡、失望而冷漠。但我很清楚你们说的故事前后矛盾，也知道你们两个回到了犯罪现场。我知道 Sam 躺在这个地方，基本上还放弃原本的工作来这干活，就只是为了躲我。凶手一天没被逮到，群众的态度就越来越恐慌，敌视被彼此。我退了半步，你不是说自己案件没有凶手吗？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知道恐慌和罪恶感的差别。他长吸一口气，又吐了出来。我知道人都会说谎，可我想知道是为什么人突然对我撒起谎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我们会说谎，是因为真相太令人太难人太难令人信服了。说说看吧，我们会说谎，是因为我们追求和你所追求的事物之间关联不大。最后城镇里发生的犯罪和恶性事件，远远不止一个骗子死在了危险区域。Jack 的尸体被找到，就跟翻开一块石头一样。有那么多昆虫蠢动，你却只专注在一只蚂蚁上。大多数人看法可不是这样的，那他们怎么看？他们看见的是等待救赎的家园，期待着救世主的出现。你不是救世主，我从来没说我是我朋友，我只是个公仆。如果我发现你们伤害了老实人，我也好不容易亲自将你们就地正法。Well， 你给我仔细听好，我们不是杀人犯，但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，Nick？ 他只是要我们别说谎而已。Nick 看着我的眼神，像是求我闭嘴似的。我说："你们不用依靠我的专业，也能明白一场风暴就快来了。谴责和非难会像天坠陨石一样乱砸，而我不需要你们被打中。我的枪有6发子弹，这可不够阻止一起想看人被吊死的暴徒。我说的是心里话吗，警长？如果真有暴民起义，那目标也是在寻盖高高在上的男爵们，那群就像吃肉一样吸着穷人们的血的富豪们。你不觉得只要富人出拳，就让穷人自相残杀？"醒醒吧 ，Nick！ 我们都知道有钱人使鬼推磨，这不就是你该阻止的吗？公仆，我杀其他人一样容易被子弹杀死 ，Nick！ 你怎么觉得我们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？我们都尴尬地坐到沉重的身子，
我回想起几年前尼克被我撞见一丝不挂那时候，我们三个因为自身本质身份做的事情而牵扯在一起，而现在感觉我们都被无能无力所束缚着。抱歉骗了你，我要的，我也很抱歉，但我有权为私生活说谎，无论内容是什么，因为你有我们没有的权利，却不见得一直能与之抗衡。但我相信我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抗衡。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你做的 Will， 那也无可奈何。Nick， 他现在已经要喊的，胸膛前用前所未有的剧烈起伏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被逮捕了呗？我要等一下吸了一口烟。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想确认我们的立场。法律归法律，正义归正义，两者必为总是相等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没违反过法律。作为警长，我只能依法去行事。作为你们的朋友以及同伴，我则会追求我自身的正义。所以我要给你们忠告。我认为，如果你们上司发现你们出没在没该来的地方，就有可能试图伤害你们，伤害你们两个。如果他们不能靠我来帮他们讨回公道，会怎么样？他们会另辟蹊跷的。他摇摇头，别再做任何会招显的事，也别至于我被迫处于你们的立场。从来没人会逼着行动，在乎正义的难道不会吗？还是你只想生存下去？我们当然都想。他打扰打量我们，生存下去吧，男孩们。要连这都做不到，就别做其他事了。一阵风撩过，我们都护起眼睛。我要回警局了。下次遇到无法处理的事情，记得来找我帮忙。他留下我们在黑暗中。而我现在对所做过的事情、刷过的谎感到更加罪恶。他不知道，但我感觉自己的一路都遵循他给的建议走来。生存下去，我想活下去，我想救我的朋友，我想活得值得。妮可走近，紧握着我的肩膀。我知道他也很煎熬。背后岩石滚动，树枝折断的声音和我们惊慌跳开。我们连快跑离深远。别担心，只有我一个。要把双手的大铅管丢到地上。我很高兴你们三个打好彼此的立场了。是你叫的啊？结束了啊？尼克拉已先结束了。OK， 我们只能知道后面我们的更新啦。然后我有听说，就是 Echo 他们的官方好像继续在做维尔的连线，那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汉化组会推新的版本来，那我们下一集呢会开始新的路线，就是我们的 Modoge 七分钟耶，今天可以编辑很快了，赞啊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本次的 Small Group Nicola 一线的话，请别帮我忘记按订阅及喜欢。那我是弹珠湖，下一次的路线就是 Modoge 线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